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。这个不知不觉的粉丝已经多了300了，然后这两天你们吵着要福利要的也是很凶啊。首先我要感谢一下你们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不离不弃，让我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你们的身影，让我特别特别有安全感。我也要谢谢你们，也希望你们能好好的学习，努力的工作，然后我们一起快乐的生活，相亲相爱，不光爱我，也爱你们自己，爱你们身边的人。然后我们就回到主题，300万的福利到底给什么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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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的特别多，但是最后还是觉得要满足大众的心愿，满足你们的心愿，我们圆200万的梦。直播洗澡，洗澡，洗澡。让我们一起开始洗澡吧！澡一定要洗得干净，要拿干净的牙刷把它这些有泥土的地方刷干净。又脆又甜的澡，这澡真好。加盐杀菌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费这么大功夫洗的澡一定要先给长辈吃，请给小朋友吃，我们的最后吃挑甜的吃，洗完之后浓水泡一下，脆。来尝尝我给你洗的澡。好了，今天的澡我们就洗到这儿，300万福利圆满成功。400万，你们想要什么？留言告诉我。好像有彩蛋。之前啊，很多人问我300万。是不是300万福利是直播洗澡？直播洗澡。